我们今天就是 CP 挑战赛，大家呢一组一组都是用 CP 的方式来闯关了。是啊，这固定的吗？固定的，不能换哦。不能换，不能换。哦，那很开心，今天都不用刻意想不下班的方法了。哎，但是我们一组一组如果过关的话，就可以进行下班抽球箱。抽球箱里面三颗球，只有一颗是下班而已。啊，抽到的话就可以直接下班。但是呢，过关的关主，我们标准是在豆哥跟依依身上。对啊，真的，哎，恭喜你们就可以准备回家了。CP 值很低耶。今天呢，就看我们的依依还有豆哥呢两个人怎么样来把关啦。马上进入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爆发公主病呢？等一下，这个盘子上面只能一次放一颗球，然后呢，就是你拿着之后呢，豆哥用公主爸爸运送过去，从中间的洞让这个球掉下来。手不能去拨，当然就这样，手不可以碰，手不可以碰。然后三十秒看你们几颗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顶多三颗吧，反正我们几颗里面多我们一颗就对了，就过关。来，准备要计时三十秒，快点。来，先抱起来，先抱起来。这样吗？啊，难的，对啊，因为真的很烂，可是那个东西要很久。对，而且豆，你知道依依已经越抱越低，越抱越低，他快要进上去。我想帮助他变靠近的一个坡，这样。依依还算轻的了，后面已经比较重一点。来，第一组请就位。没有。第一组请就位。来，第一组就位了，准备吹哨开始哦。卖鬼啦，卖鬼。手，你很熟。你该约一点好不好？人家会害羞。来，先抱起来。对啊，人家觉得恶心。你手伤不伤？你在做手，做手干嘛？好恶心啊！手在秀的。你手，我都看得很像。左手干嘛？还没。你笑死了，没动膀是不是？抱是不是？好酸哦。来，预备。他刚这样子，说真的，他人会掉下去，所以我不敢这样，就是直接给他这样放下去啊。对，你在讲什么？你用一个成语来做总结算的啦，功亏一篑啊。好，第一组挑战失败，第二组请就位。这一组呢，花姐虽然是瘦，可她身子长，所以比较重一点点。对，不要浪费体力。好，来准备哦，预备。好厉害哦！前面还可以，帅气，手不能动，手不能动，手不能动，浪费哦！快，其实算你们三颗算多的，快，三颗不容易，快，我是我裤子快掉了，这三十秒过了，三十秒到了，很累，没那么简单吧？你可以跟豆哥一样。